位 Pink 的成员 Jenny 拥有超高人气，个人 IG 有高达6900万以上的粉丝追踪。她在 IG 上 po 出的时尚穿搭照，总是成为女孩们追随的时尚指标。而且不止服装造型，她晒出的配件饰品也经常是众人关注的焦点。最近她就 po 出了一组对着镜子自拍的影片，不但火辣小蛮腰非常吸睛，手机上可爱的串珠吊饰也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。而且这款英国品牌的手机吊饰，不但同样受到 BLACKPINK 其他团员的喜爱 ，TWICE 的成员娜莲日前晒出自拍照时，手机上也是同款串珠吊饰。而这个品牌的手机饰品，随着两大人气女团在社群平台上争相曝光，也成为近期最夯的手机饰品啊。